我爱小兰，她今天要搬家，我来帮她，也许她会喜欢我。小兰，来来来，你帮我摆一摆东西吧。你把桌子放在那儿。把桌子放在这儿。再把椅子放在桌子前边。把椅子放在桌子前边。你想把电脑放在哪儿？把电脑放在桌子上。电脑放在桌子上。哎呀，我得打电话。你把手机拿给我。喂，能来吗？太好了。你别走，我还没把功课做完，你帮我吧。没问题。亲爱的，你来了。他跟我说他没有男朋友，他把我骗了。